各位大細小徒友早晨，而家差五分鐘就是八點鐘，今日就是呢個21日九月。我要跟進翻少少之前講過啲新聞嘅尾聲嘅，因為逢喺新聞評論就你講咗新聞發生咗嘅情況啦，但你仲有個後續噶嘛？咁嗰件新聞出咗街之後，有咩反應啊？有咩回應啊？有咩市場嘅反射啊？咁跟住你，如果再深入啲嘅，你就要將嗰啲做好多分析研究啊！即係如果你評論新聞，咪哦，琴日發生咩事？咁講完之後，咁冇咗味啊！有尾聲噶嘛？我有三幾件事咧，係可以略略講下嘅，輕鬆啲啦。因為而家大局已定噶啦，即係我哋重要都喺自己中國內邊嘅情況，同埋嗰個俄烏嘅戰爭，先講中國嘅情況。基本上大局已定嘅，但有啲人咧就問咧一啲疑點咧，應該嘅咁啊跟進下咯。有啲台友咧就問啦：喂，你既然啱話中辦，即係呢個中央中國呢個中共中央辦公廳出咗份文件，大羅大鼓，有啲新聞聯播又播出嘅，就係所有幹部咧都要能上能下，規定會唔會係習近平主席喺呢個時間出嚟，即係去話俾所有嗰啲幹部聽，你唔聽話咧，就全部可以炒得，或者咧就係要應付嗰啲退休嘅元老幹部，咁啊拎一份出嚟，咁啊嗰元老幹部好多啲仔女都係做緊現任幹部噶嘛。第一呢份文件咧，退咗休嘅人就冇效啦，我都離咗休啦。咁啊，點樣上下呢？如果你話以前咧就有單嘢比較熱啲嘅，即係話要翻查30年，咁呢啲老鬼咧就真係驚嘅。你如果將啲幹部倒查30年喎，係人都癲啦，啱唔啱啊？即係你退咗休都可以喐你，咁你驚唔驚啊？個個都身有屎噶啦，中國做官。是不是？但他是不是針對現任的這些幹部的個臨上臨下，他都不需要用這個招數啊。差不多你是打個幹部打個花刀出來照廢，隨手可得。大家不可不知道在中國那個政治生態環境呢，包括你和我香港人那個底韻，你自己都冇咁清楚，唔記得嘅嘢都有個快腦喺中國內地㗎啦，包括香港人，你自己都唔記得做過咩嘢，唔係講笑㗎。他們那個政治生態環境呢就第二樣東西沒那麼厲害，做這些這樣的工作呢就做得很齊整的，那你外人都這麼細微了，何況是黨內呢、那如果他黨內有一套這樣的運作，差不多你每一日那些幹部的行蹤啊，每一日都能記錄曬，所以他不需要發這個聲明。所以佢呢段咁嘅文件出街咧，係針對係，因為以前冇規矩嘅，以前睇先冇話要個幹，冇話規定我啲幹部下台嗰套嘢嘅，冇噶，就變咗有個漏洞咯，即係話有啲人佢一賴死唔走，咁當然你下邊嗰啲。
幹部就好少賴死唔就，一個就涉及到好高層嘅人，佢賴死唔就咁，你點咧？即係咁樣。變咗，如果你話哦，我翟先生賴死唔走，咁冇規矩喎。我而家擺咗套出嚟，有規矩啦，即係個黨有規矩。我所以個作用咧係喺呢度好大，因為如果佢賴死唔走，你引用好似華國鋒啊、逼供啊嗰啲咧，就對個國家不利噶嘛。咁啊，即係搞政變，啱嘛？咪即係搞政變。咁你搞啲咁嘅政變出嚟，咁啊手尾好長嘅喎，咁將來每十年八年又有人搞一次政變啊，所以佢呢個係完善嘅，即係話大家要照呢個規矩啦。咁有咗規矩之後咧，咁啊又為咗中國呢啲咁嘅獨裁政權咧，佢都好。要俾外邊知道嘅團結，咁既然翻咗呢套規矩，咁你再去游說呢個習先生，唔係逼佢下台喎，大家唔好搞錯喎。每一任嘅我哋好公道講啊，世事嘅嘢，叫習先生咧唔係幾好運咯。你又遇到啲咁嘅肺炎，又遇到啲俄烏戰爭。啊！又遇到啲咁嘅習朗普上場搞場交嗌，最大件事佢自己個人嘅能力啊，同埋用到班殘神垃圾啊，嗰啲害死啊！即係都唔好運。如果人有福氣有運咧，就唔會遇到啲人物出現喺佢身邊嘅。你整啲黃霧玲啊、金燦榮啊、張維維啊、胡石俊啲大喇叭。王毅啊，楊潔篪之流啊，係咪？你猛叫啲同胞愛國愛港愛乜愛民，咁你楊潔篪嗰啲仔仔女女個個幹部都喺曬美國，又買樓又剩，包括你習先生都係街頭巷尾都知噶啦。啊，你個親人喊辦喺外國，有美國籍有剩，有澳洲籍有加拿大籍，古靈精怪，點樣服眾呢？真係好難服眾噶喎。唔好話講個國家咁大啦，一間公司你做領導啊，啲嗰啲同事都唔服你啦，啱唔啱啊？何況間一個國家咁大，點樣服從你？話咩點服從？你點樣得人心咧？你又揾個口講初心，為人民服務，就講漏咗個字，個幣字，為人民幣服務咁啊，真實啦。咁啊，反為會成功喎，大家台友唔好搞錯喎。有共產黨光明正大，嗱而家我哋治天下，但我哋用盡我哋嘅能力去為個社會工作，但我哋咧都係為人民服務噶啦，為人民幣服務，光明正大。如果國家嘅 GDP 每年增長幾多，我哋有幾多花紅，我哋要幹部分嘅。光明正大點㗎？即係而家我哋社會國際嗰啲大基金嗰啲咁嘅 CEO 分好多錢㗎，分花紅，賺錢咪分錢囉。我哋人民肯俾你㗎，係咪？你分一百我有五十都過癮，大佬你冇插埋我的袋㗎嘛，有乜作為啫？計數啫嘛，啱啱？你有能力㗎嘛，點唔分錢啫？反而咁樣掂喎。真係唔需要鬼鬼祟祟㗎喎，光明正大。有啲新加坡啲官員好高薪㗎，冇人炸刑㗎，薪水好高㗎，新加坡做官好好福利㗎，邊有人炸人啫？大家行出嚟，光明正大。甚至做生意買股票，咁咪自己叫老婆啲兄弟成立間公司投資股票投資證囉，佢有個大馬石嘅股票投資嘅新加坡國家基金嚟嘅，嗰投資公司嚟嘅，咁啲人民都可以買嗰啲股票噶，你咪佢大家分錢嘛？點啊？
真係值得考慮㗎。中國政府呢啲咁嘅透明度高啊嘛，光明正大，合法貪污，合法貪污。等而家你美國都係㗎，你睇布殊嗰啲下咗台，咪又開幾多顧問公司啊？乜差嘢佢做曬咁滯啦！我同你有份做喺美國，啱唔啱？邊位做啊？連推車站做啊，你都難做啊！你冇渠道喺美國。我諗你我政黨咪分天下咯，喺美國啱唔啱？一樣。世界都係為咗利益鬥爭㗎啦，即係爭在你用咩方法去擺平點解？怎樣搞好個平衡，即是不要說你吃到盡，是不是？是吧？你的幹部吃十萬八萬一餐飯，是吧？那麼多老百姓的就朝不保夕，是不是？還要吃到那些番薯啊、綠豆啊、撈飯來煲的，那些米糧都不夠，這個就太過差距太大了。所以變咗佢而家呢個能上能下咧，係習先生唔係習先生意思，但因為佢個人本身最驚上下呢兩個字，我咪講笑話，佢最驚上下兩個字，一聽見佢就頭暈噶啦，上下，因為涉及佢啊嘛。咁你話你想習下咁係咪又唔中意聽啊？能上能下更加又唔中意聽啦，係嘛？七上八下咁，你又唔中意聽？喺佢嗰個奔口人氣、奔口功啊，所以佢唔係佢主意啫。叫中呢個中版登一份咁嘅文件出嚟咧，就去震攝嗰啲下邊嘅幹部，冇咁嘅作用。最主要作用咧就係話劇情需要，而家喺北大河開咗會，定咗啦，定咗咧就係、是。汪泉著陸嘅，令個黨咧就好好睇睇交接上嚟，呢個係圓滿嘅。但因為翟先生下面好多既得利益者咁，即係嗰啲貧黨啊，下面好多貧黨要撈噶嘛，咁變咗嗰啲貧黨咧就團結埋一齊，就希望扯習近平咧死叉。咁樣，佢哋一定要搏一搏噶嘛，冇得撈噶嘛，下邊好多幹部冇得撈，有冇清算咧？這個唔知啦，但起碼好多人都冇得撈，因為嗰啲政治唔係香中國問題，全世界都係噶啦。你喺英國都係啦，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就換咗個首相，咁好多人都冇得撈，係嘛？嗰個第一個識係嘛？呢個疑點答咗一個台友嘅，但佢問得幾好嘅，呢個都應該要應該知道嗰個情況，即係大家應該安心咧，就係定咗落嚟嘅。但有人反駁啊，咁佢反駁下邊啲人逼到我哋習大哥要反駁，嗰個局主做一啲動作咯，但咧就啲動作咧就。彎曬啦！啊，喺呢個見完普京之後，因為你普京輸仗嘛，輸咗仗你打你俄羅斯咁樣輸法，中國要重新計數係應該嘅。即係為我解放，我真係武統台灣唔止得你俄羅斯，啱唔啱？初初以為只要你幫拖噶嘛，而家唔係，一調翻轉頭，你俄羅斯揾我幫手喎。你仲要揾埋北朝鮮金仔攞彈藥喎，話咗自己中國共產黨唔驚，唔係習近平驚，係中共中央嘅領導層咧，佢要重新評估嘅。哇！點知得俄羅斯幫多啊？咁樣啊，水兵係咪？所以呢個係好正常嘅反射，我相信普京都應該係理解嘅。咁輸啊嘛～呢、這個世界梗係富和唔富衰啦，大佬，係嘛？呢個一你而家你嗰啲喺中國呢啲上合組織啊、俄羅斯啊呢啲咁嘅
朋友啊，中共嘅朋友啊，全部都利益相交嘅啫嘛，与利相交噶，唔系话大家共同理想啊，一个价值观嘅交往，少啲利益佢哋就反面噶啦，你养住嗰扎咁嘅山系兵，系嘛？你而家你连嗰国卫组织嗰个都反你税啦，系嘛？如果佢一宣布话嗰个疫情咧完全冇问题嘅，开全世界解禁嘅，屌你中国都唔知解好唔解好。因为你以前打啲疫苗唔得啊嘛，大佬嗰度大差镬啊嘛，即系有数计噶。如果而家你世卫组织谈得再公布，我而家结束啦，咁世界疫情，咁你中国点咧？大领导，你跟唔跟国际嗰个指引去走咧？但你唔敢跟喎，因为人哋全世界打晒嗰啲疫苗有效嘅，系挡到嘅。咁你自己中國打啲咩疫苗呢？你自己心中有數啦。咁你點跟世國際接軌去開放個社會呢？咁唯有繼續保持清零囉。咁就搞到零零茶茶囉。呢個真係幾搞笑㗎。而家呢個一個人算不如天算嘅世界。真係有呢個現象出現，大家睇下。因為我哋打啲疫苗啊，國內嗰啲國藥啊、福嗰啲科興啊，你話點咧？點開放咧？好啦，咁講到啲疫苗，就呢個防疫嘅工作，咁啊再補充翻，黃岐山喺出席英國呢一次嗰個國葬，英女王嘅國葬。他咁聰明的人，同埋有一個歷史，他上次出訪南韓咧，佢主動叫民在人佢哋唔好戴口罩。即係為我哋傾偈除低口罩啦，佢主動提出嘅。咁點解佢去到呢一次現場見到哇咁多人冇人戴口罩，佢要戴咧？他不會說怕違反那個中央規矩違反習先生的那個清零政策啊，要怎樣啊，那習先生在烏茲別克都沒戴嘛，但為什麼特登戴呢？我個人推測就是，不是中傷黃岐山啊，個人推測，不是中傷他。他這個這樣身體語言呢是很大鑊的，他這個戴口罩在這個英國出席這個場面呢，新聞聯播又播，是很奇怪，昨天播出來，所以我要跟進給大家知道。如果大家在海外或者國內看到這個畫面，哇屌，全世界沒有人戴口罩，只戴口罩，這麼糟糕，咁咁撚撲街，咁係邊個搞出嚟㗎？咁大家諗下就知啦。咁要我哋黃岐山咁撚聰明嘅人，好叻嘅呢個人唔係講笑㗎，會唔會諗到用一招咁嘅無聲勝有聲，裝後軍一鑊？屌你諗乜最撲街嗰度有啦，俾大家知啊！好厲害的這些身體語言，不用說話，盡在不言中，是吧？好了，他還整個口罩呢，這個真的是中央宣傳部管這些適應態要拿去打靶的，擺一國旗仔在這裡。不過我們有國旗法的，我們國旗法呢不可以去侮辱之國旗的。咁你諗下，你班友又飲酒又食煙又講粗口又講假話，係咪又鬧人，係咪個口業好撚重㗎嘛。你話佢哋噴出嚟嗰啲口氣呀，就衰過用屎查上支國旗，可以話俾你聽。咁你將個國旗擺口罩外出，
俾你啲咁嘅臭氣入分夜分，係咪好撚大侮辱啊？嗱，你哋中央領導人啦，對口單位啊，要諗諗佢啊，支國旗唔可以擺口罩度啊，大佬。咁你俾嗰啲臭口組幹部帶上去，咁咪真係侮辱支國旗喎，啱嘛？口水鼻涕都唔乾淨啦，啊！你只擺國旗喺度，真係感染病毒啊！所以嗰啲人咧係好撚冇腦噶嘛，啱嘛？國旗唔應該擺嗰種地方，咁即係話你咁樣擺口罩咁咧，即係將國旗擺個底褲度得啦，係嘛？佢哋嗰啲人好粗糙噶，冇諗得咁微細嘅，涉嫌違反侮辱國旗法噶，唔係講笑啊！啊，有啲嘢有原則噶嘛，你冇話無計斬四兩亂餐唔搞，而家中國嗰啲文化咧就好撚大鑊噶。佢就聽我哋習先生啲文化智商，以為自己好撚叻，以為好撚醒，其實盲豬有柄。有兩尾你亂餐咁搞啊，大佬！你駁我啊！屌你！你中共對口單位，你領導嚟駁我，支國旗擺口罩有咩益咧？嚇！衰嘢就有啦，我講出嚟啦，啊，生腥口臭，食煙飲酒，係咪啊？係咪侮辱支國旗先？你駁我？咁啊，講翻少少俄羅斯烏克蘭嗰邊，普京真係想退，但開嘅條件咧都幾立下嘅。咁但係咧，德國佬就厲害啦，又搬多啲架撐過去，唔俾佢甩身，想拖佢落水。但普京呢啲咁叻嘅人，他應該可以斬釘截鐵的，但退完之後，如果他不簽得到份和約一了百了的話呢，我手尾都仍然很長。那美國佬呢就一路搞事了，那你有亞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和那個吉爾斯坦同我塔吉克斯坦又喺度搞事，咁啊連格魯吉亞咧都話要搞公投，究竟出唔出兵幫烏克蘭？屌啊！咪話你唔搞啲衰嘢啊？啱唔啱啊？咁呢啲局面去到咁咧，就大家都係驚嗰個核戰，即係打核子戰爭。所以美國總統在前日提出了的，因為有個電視台訪問拜登在星期日，就問他如果俄羅斯發動這個核戰點呢，這個影響全球的人類，拜登沒有正面答點。當然他與他的美國總統身份，佢真係好難答喎。即係話俄羅斯發動核戰，你點樣應付呢？咁拜登冇正面答，正話唔希望見到，唔希望見到，即係會帶嚟一個世界好嚴重嘅問題。佢冇講話佢美國將會點樣對付。他亦都冇權力去講，真係㗎，因為你話點樣去對付俄羅斯發動核戰咧，唔係佢話事㗎啦嘛。佢哋好有分寸，所以佢完全冇講話點樣應付，淨係講話唔希望見到。所以呢個係隱憂嚟嘅，真係隱憂嚟嘅。咁但佢有講到最近咧，又講到係啲記者問佢：咁如果中共國真係去武統台灣出兵，咁你美國點咧？佢哋一定出兵。
呢次講得就好明確，講得非常明確，講得非常明確。咁應該中共國咧要重新去演變，但我哋都提過嘅，因為而家個世界咁亂，天咁多天災，無謂再搞啲人禍啦。你驚個台灣落沉咧，係嘛？一百幾十年來，過去啲領導人都係釘定喺度，將台灣問題咁咪簽份和約咯，五十年或一百年好咩都好。因為消耗嗰個國家嘅力量咧好大，係冇必要的。有陣時世間嘅事情咧，都要等個時間到咧，就自己可以解決。咁當然啦，你有啲人要喺自己一生人啊，要製造啲風高位職，咁呢個係一個好錯誤嘅想法嚟嘅。你要創造風高位職，是啱，但你帶嚟災難性嘛，大佬，啱唔啱啊？即係李鵬哥仔咁，屌你嗰陣時我見過佢噶，佢做嗰個三峽水壩，我唔掂嘅，你搞三峽水壩，一有咩地震，你撲街噶個水壩。我如果打仗咧，嗰個最大弱點嚟噶，人哋一炸你咁，屌你，你成個撲街，成個中原屌你有咩冧曬噶嘛？成個水壩冧落嚟啱啱先，佢哋唔信啊！佢哋喺自己嘅人生嗰度咧做好攻方位置。我琴日睇佢視頻真係好惆悵。有人喺河北正定縣，即係當年習近平做個縣官嗰度，冇雷公咁遠嘅，最落後嘅喺漢朝走難走到嗰度嘅縣城，起咗個縣政府大樓。走廊都兩公里啊！屌你老母，你咪搞乜啊？搞幾十億啊，大佬！佔地39萬平方米，即係成400萬尺啊！你話鋪唔鋪緊肉街？咁撚窮嘅地方，搞啲咁嘅嘢，因為越大嘅工程咧，就越多錢墮落袋嘛，改回購古靈精怪咁咧，國家點樣點會有運行先？所以你中共國，你將來你就算邊個上任，你都真係要完善咗個監察制度啊，大佬！山高皇帝遠，攞啲民脂民膏嚟搞呢啲咁嘅嘢，搞啲錢落袋，咁你撲唔撲街啊？而家就好啦，嗰、那個搞嗰啲咁嘅針疫苗嗰啲咧，啲公司冇曬錢啦，又而家俾人告啊！啊，嗰福興公司啊，大禍啊！而家全部穿櫃桶。全部將嗰啲咁嘅檢測咧當為生意做，搞到大禍。而家做完之後咧，又收唔到錢，政府冇錢啊嘛，你話大唔大禍啊？我話講翻少少經濟嘅，有人問我人民幣前景點睇？外國嘅環境咧，唔逼你人民幣貶值咧，佢自己要貶值。如果佢唔貶值咧，個出口唔掂，出口唔掂，出口唔掂。咁你要貶值，咁啊周圍隔離左右非洲啊，嗰啲中亞國家啊、亞洲啊、嗰啲東歐國家、俄羅斯啊，咪買多啲嘢咯，都起碼一喐先。佢個貶值係正常嘅，但係相信唔係長遠嘅，佢係會調整嘅。咁啊，有人話咁貶到幾多咧？咁市場推測咋？我有啲專家推測，因為我本身投資咧，我有啲班底嘅，即係計數，即係要嚟參考嘅，唔係肯定嘅。可以貶到1:10嘅，11:2啊，12:3啊，一美金對。都幾犀利嘅貶得，可以啊，即係有可能會貶到咁高，因為佢根據嗰個市場需要啊嘛，係嘛？
咁大家就要做生意投資咧，又要小心。所以而家咧，全世界嗰啲物漲都高價，都高漲，嗰啲物價高漲，好大鑊。咁啊，要適度嘅調節。咁啊，有個移民咗去外國啲台友咧，俾少啲方法大家啦。喺屋企種多啲蔬菜、水果咧，果啊，自己做豆漿，自己做豆腐。如果你嗰啲住嗰啲屋仔有花園嘅，養兩隻雞，有埋雞蛋食，又學下嗰啲咁嘅養殖業啊，喺英國啊嗰啲移居外地啊，咁如果唔係你有咩玩啫？啊！自己咁你啊慳好多錢噶啦，但我據我所知咧，如果在英國咧，你喺超級市場買嘢翻屋企自己整咧，好平嘅，係出街食貴嘅啫。一個開張單都有嗰啲消費税收你噶嘛，係嘛？所以大家咧要調節嘅，但最重要都學技能咯，同埋乜都做咯。喺而家香港都係噶，我琴晚早兩晚走去。我未試過食嗰啲放題，好少去食嗰啲放題日本自助餐，特登就睇入，哇！一兩門睇到貼咗，時薪都70蚊喎，隨時請人喎，咁你話啲人喺香港冇嘢做啫，呃人嘅啫，你降低身段咯，70蚊個鐘，你一係做好過失業，做5個鐘6個鐘，咁你都夠自己。交租過生活啦嘛，唔好俾自己停。同埋你最緊入去做嗰啲鐘點時薪咧，係要學嘢嘅。以前我教嗰個同學仔咧，去叫佢麥當勞學嘢，我哋做時薪學嘢，帶本簿仔，由頭到尾你翻工咧抄曬佢個流程，記低曬個流程。因為佢咁樣做法咧，佢後屘一轉工咧。就有人想認識佢啦，就變咗俾佢做 captain 啦，做助理經理，佢熟啊嘛。所以大家唔好睇輕自己啊！你任何去做鐘點，你都係學嘢。就算你走去做嗰啲清潔工鐘點，都係學嘢。用乜嘢方法，用咩技巧可以清潔俾人乾淨，又慳咗時間嘅。咁你搞熟咗，識多幾個工友聯絡到嘅，咁咪自己做判頭咯。好多出路噶嘛，人生係嘛？咁啊印張卡片，咁啊俾啲朋友周圍，你哋有咩清潔啊、辦公室啊，或者屋企要人清潔，俾電話我啦。咁你接到生意咁咪 call 三幾個啲同事，我禮拜六禮拜咁咪真係做埋 part time 咯。咁啊自己墮落袋噶啦嘛。人生真的很多路數自己搞出來的。那天昨天喝茶，有個朋友問我，喂，經濟這麼大，有什麼最快可以令到下層的人沒那麼慘？我很簡單，我是特區政府做的，我說過的了，在19區找幾條黑暗的街，沒什麼人走的，譬如你我們遊埋啲廣東道3點鐘啊，收曬檔啦，成條肉器街賣肉器嗰條街啊，廣東道全部收曬檔，唔開門噶嘛。我哋嗰肉器鋪頭係朝頭早開啊嘛，你咪俾啲人擺地攤咯。擺地攤唔係淨係賣嘢啊，即係話有啲地攤擺到俾人知道你屋企唔用嘅嘢拎去，咁你自己揀到邊個檔主年紀大嘅，你送俾佢，等佢賣咗都多2蚊錢。或者有啲地攤係可以交換雜物嘅，咁你鍾意交換你咪交換囉，你唔交換嘅你咪揀到啲年紀大啲嘅送俾佢囉，等佢你還掂都等㗎喇，拎佢俾佢，等佢喺度賣到嘅多2蚊錢啦，有啲又可以現金交易，個區都要開放晒去做。以前你大暴動嗰陣時，67後英國佬成個香港百花齊放噶嘛，連冷巷都有嗰啲魚蝦蟹啊，唔係有個色仔攤啊，
嗰地攤賭場嗰賭檔周圍有噶，嗰啲咁嘅特不池啊，全部百花齊放，佢維持個社會生存啊嘛。你要生存嘅，仲講咁多仁義道德啊？係咪？而家就算你俾做地攤都唔係失禮啦、啊。啲遊客嚟到多啲地方行啦、啊，你十九區可以㗎。十九區真係每個區搞條，你話千祈唔好俾民建聯嗰啲咩土共搞，你揾區議員搞掂得㗎啦，叫自己維持秩序，從唔好話搭啲架仔啊咩都唔使，淨係地攤，淨係地攤擺賣嘅。所以李克強嗰個地攤係有用㗎，你唔好講滿啦，因為你俾下層嘅人，佢一日揾多三幾十，佢都有三幾十啊嘛，啲話鹽水都有屌嘛，同埋個氣氛嘛。即係個個都有出路，啊五點後鐘開檔，啊十點鐘就收檔，咁啲人去開嘅，咁每個區有啲唔用嘅嘢，屋企嘅嘢咪拎去送俾人賣咯，真係可以好靈活噶嘛世界。但中國嘅環境咧就大家安心嘅，因為中國共產黨咧佢哋都係要穩定嘅，即係唔希望出醜嘅。咁佢哋有好多方面嘅協調，咁喺坊間上咧，佢哋唔係好清楚國內嗰啲思維。等於以前佢鬥四人幫，佢都要等到毛澤東死先喐四人幫。如果你毛澤東唔死，你喐佢咁咪即係政變，天下咪大亂咯，係嘛？到底毛泽东死咗，又先处理嗰四人帮问题，咁啊制造到咧民间嗰种力量咧好大嘅，反对佢呢个四人帮啊！呢啲喺呢方面咧，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有信心嘅，佢哋搞斗争好熟手，点样埋尾咧，佢就更加熟手。啊，习先生应该知难而退啊！你一把年纪啦，啊，何必去？你留翻一个好嘅明星啊！我哋每一个嘅每一任嘅领袖个政绩喺度参差不齐噶啦，咁佢咁你习近平嗰个打贪系好成功噶嘛？佢咪唔成功㗎，佢有咁嘅魄力，嗰陣同黃岐山一齊打貪，啱唔啱啊？即係你話你打之不盡，就你個制度唔好啫，啊？咁佢咪冇正職咁啊打貪？咁你嗰啲肺炎啊啲嘢咁呢啲係佢始料不及嘅，因為國家咁大真係都好難做㗎。當然佢性格係有缺陷啦。最大缺陷佢唔得虛心，唔問人攞意見，俾班殘神害最慘。人哋害你，如果你醒目害你唔到啊，習先生，你真係要諗一諗問題啊嘛。點叫生命共同體啊？同中非、同非洲做共同體，你自己都唔制啦嘛，唔撚戇鳩嘅講啲嘢，係嘛？咁你王毅點外交部長呢個咁嘅死人擦鞋仔？屌你係咩立領殺？公開宣佈喎！我而家同中非做呢個生命共同體，你老母你真係要真係打小人啦！你去做，唔好撚預我，係咪先？好，今日係咁先。